Hello，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老王 DIY。今天跟大家说一下车库门的保养和维修。首先呢，我们这个车库门呢，一定要做定期的保养。你像这个滑道和这个传感器，一定要保持清洁。啊，特别是这个滑道呢，我们要每年呢都要用润滑油去润滑。这个传感器呢，要经常的、不定期的去清理，有蜘蛛网啊，有树叶啊，有一些遮挡物什么的，它就会不灵敏，这个车库门有的时候就关不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保养当中呢，要多注意一些这些问题。这些滑道的滚轮啊，这门的滚轮也要经常的给一些油润滑。这个特别是这个传感器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一种红外线来传导的这么一个信号，如果有遮挡，它就会不工作。啊，你比如说这个两面的传感器啊，它就是一个发射红外线的这么装置，那头呢是一个接收的装置。如果呢在中间你有遮挡物，或者是有小孩啊站在中间，或者是这个中间有什么遮挡物障碍物，你这个门就关不上啊。如果小孩站在这中间呢，你这门关不上，你就不至于发生危险。所以这个传感器呢，一定要牢靠，要紧固的牢靠，要把它及时清理好啊。这些蜘蛛网、树叶子还有灰尘啊，经常的用那个小刷子去擦一擦这个镜头，两面呢都是像一个小镜头一样的东西，要经常的把它擦一擦。因为这两个镜头如果对不准呢，或者是关不上门，所以呢怎么样能发现它对不准？两头有指示灯，这个指示灯如果有闪烁不亮的时候，特别是接收那一方，它会没有信号的时候，它的灯是不亮的。如果这个信号对上了，这个指示灯就会亮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千万要注意，不要碰这个两面的这个传感器啊。也就是说这个 sensor， 两面这个传感器呢，要清理干净。另外你也要固定的牢靠，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碰它。这所有的门呢都是这个结构，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使用当中呢，既保证了安全，是吧？特别是我们车有的时候没开到位，它也关不上。因为你车保险杠已经把它遮挡了。再就是啥呢？这个车门的粉刷，这个粉刷呀，就是隔几年呢刷一次。因为这个车门都是这个铁皮的，都是铁皮制作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使用当中，隔几年呢就要粉刷一下，保养保养。要注意的是呢，粉刷的时候你要采用室外的这种漆，不要把漆搞错啊。有室内用，有室外用，因为室外用的就比较坚硬一些，这漆因为有风吹日晒，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室外用漆选择好。在粉刷的这个过程中呢，你可以改变一下风格。你比方说过去是有白窗户边，你可以改成呢一个颜色的啊。原来一个颜色的呢，你可以刷上套色啊，变成呢白边都可以。因为这个门呢是手动和自动是一体的，
你可以搁手啊清理，因为它里面有个开关，也可以呢用自动用遥控器来控制。所以在使用当中呢，在粉刷当中呢，我们把它改成手动，这样呢粉刷的就方便。在粉刷的过程中啊，要注意，因为门框是白颜色，所以刷完了以后呢，要把门提升起来。提升起来以后呢，把门框呢再涂一层白颜色漆。这个白颜色漆也是一样啊，也要采用室外的这种型号啊，千万不要搞错。搞错了呢，就是一年你都用不了，它就爆皮了，就脱落了。如果漆选择好，几年你都不用管它一次啊，三年五年它都可以啊，这个漆非常的坚硬。再一个就是什么呢，我们那个保养这个车库门呢、还要经常的把它变变样。你看看我这个车库门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和以前就不一样了？哎，上面有又放了几片铁片啊，这个铁片子的装饰品，这个装饰品呢可以自己做，也可以买到啊，在五金店也可以买到。这个装饰起来是不是好看一些啊？比以前要坚固，瞅着漂亮，是不是 啊看起来非常漂亮。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加装这些装饰品、装饰件，把它加装起来。这个是过去没有粉刷的车库门，是不是显得有点老旧一些？这个是我们粉刷完以后装饰起来的车库门，是不是漂亮一些？好了，今天就把车库门这段说到这儿吧。喜欢的朋友长按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